天晚上我们得发财气啊，我们这叫土路子，你们那叫啥？小土路子，就是发财气，一般都喊发财气啊，就是学名。咱俩赶紧逮了啊，一晚上能逮一大桶，走。这个摄影师有点笨啊，跟不上，但是我脚底下踩着一个，给大伙看一下，这东西挠人可痒痒了。这就是发财蟹，传说中的发财蟹。哎哎，你看了吗？我桶底下压着还一个，还不少嘞。这东西就这么大啊！哎呀呀呀，抓人可痒痒了。找找咱，逮这个东西啊，脚得快，要不然一跑一个准啊！这东西太容易跑了。这个东西夹人也老疼，你看，这可挠人可疼了。想夹我，那小老弟啊，你在石头根上玩呢。哎，坏了，你看这石头根的就是它洞，跑了。哎，你从这个我爬着吧，让这玩意儿夹住。旁边那哥逮嗨了，可旁边这玩意儿直接撑飞了，走。哎呀呀呀，看着歪了，小老哥还想嫁人呢。小老哥，嘿，今天要发财了，不会是发财蟹。你看他张牙舞爪，找他窝呢。你看张牙舞爪的，这小东西夹着可疼了，你小心点。你看把石头夹上了，可疼了。你这个手电一照他就不敢动了。这就是啥？这东西很有灵性啊，不过它自己能卸自己腿，这是很绝活。这张牙舞爪，兄弟，哎，发财蟹啊！今天晚上我要发大财，赶海发财的又一天。发财蟹今天弄完这一桶，真痒痒！看这一会儿，就这一小会儿，小犊子子嘞，小发财蟹嘞，哟，你看，还弹一下呢，吓死我了，可弹一下。这足了呢，这可肥了，可有肉了，可好吃了，贼好吃，贼香。这些灯光全是找发财蟹的，人太多了，这边摊，找啊，咱也赶紧下去参与到战争里面，走。我看你怎么怕，小犊子，小犊子又一只，又一只。哎，我比你还横。发财蟹，哎，我以为他往那个洞钻呢，太过分了，不要了。小犊子嘞，小，你看他跑步跟跳舞似的，好家伙嘞，这小家伙还挺帅嘞，跑步跟跳舞似的，这么小啊，放了他吧，跑吧，拜拜。这大晚上干啥呢？掐架吗，兄弟？这么横、啊，哎呀，这个螃蟹都毫无抵抗之力了，收下。哎，你这个洞不够深呀、啊，兄弟。哎，抓着你夹出来。呀，这可脆了，这个腿儿。我给拍视频的时候给大家看见过，一捏就碎。人还疼，小样儿呢，发财蟹今天发财，哼，这一个，哎，完了，跑了，哎，哎，我把你弄岸上来弄你，哼，想跑嘞，兄弟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把他乐蛋是啥人，走，哎，我是真怕被夹住。大家得看，会看洞，要来逮这玩意儿。你看，它跑不了多久，它跑能跑哪下？哦，夹我了，真疼啊！小发财蟹，逮着你不就得发财啊？发现咱了，断他后路，断他后路，嘿嘿。断他后路，嘿，
你这不是啊，真塞呀，杠塞了，杠塞了。你这不成心装，这装抓呀？发财蟹今天晚上不发了。线嘞，小发财线嘞，这逮着不就得发财啊？有一个，你看这小螃蟹，哇，他把这谁的腿给吃了一根啊！太坏了，活该被逮。哎呀，这玩意儿爆炒可香了，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，贼香。你离家太远了，你走不了了。要想往洞里去吗？小发财线嘞。这爬的太快了，这爬的，哎呀，逮不住它了，哎呀，想跑，这个跑，跑的真快，快的这种算个头大的了。今晚发财蟹吗？我不发财谁发财？看这哥逮多少？哇，这么多吗？这得有二斤吧，哥？那三斤。行，这哥真羡慕哈。不知不觉，你看今天爬的到处都是，给大伙看一下，小犊子的嘞，发财蟹，今天真是发财了啊！太多了，你看到处爬了，开始，看我那个袋子不住不住往回家放了。哎呀，那啥，这些视频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可以吃美味去了。多大？喜欢我视频，请多支持啊！下期视频再见啊，拜拜啊，拜拜。